牙齿。人出生后六个月开始长牙，三岁时大概有二十颗牙，这时的牙叫乳牙。六七岁时，乳牙开始脱落，长出新的牙齿，一边脱落。 一边长出新牙，这个过程叫换牙。换牙后，人大概有三十二颗牙齿。该你了，牙齿。人出生后六个月开始长牙。 三岁时，大概有二十颗牙。这时的牙叫乳牙。六七岁时，乳牙开始脱落，长出新的牙齿。 一边脱落，一边长出新牙，这个过程叫换牙。换牙后，人大概有三十二颗牙齿。 人类几岁开始长牙？几岁开始换牙？成年人有几颗牙？牙齿。 人出生后六个月开始长牙，三岁时大概有二十颗牙，这时的牙叫乳牙。六七岁时，乳牙开始脱落，长出新的牙齿，一边脱落一边长出新牙，这个过程叫换牙。换牙后。 人大概有三十二颗牙齿。该你了，牙齿。人出生后六个月开始长牙，三岁时大概有二十颗牙。 这时的牙叫乳牙。六七岁时，乳牙开始脱落，长出新的牙齿，一边脱落，一边长出新牙。 这个过程叫换牙。换牙后，人大概有三十二颗牙齿。牙齿，人出生后。 六个月开始长牙，三岁时大概有二十颗牙，这时的牙叫乳牙。六七岁时，乳牙开始脱落，长出新的牙齿，一边脱落一边长出新牙，这个过程叫换牙。换牙后，人大概有三十二颗牙齿。 该你了。